红包包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品君。今天要带你来看的新闻是封关前的票汉，十四档创新高价。距离台股封关前即将进入倒数十个交易日，而年底的作战行情呢也正在积极发酵，尤其台股昨天因为美股反弹也跟着大涨。不过今天美股收黑了之后，台股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呢？其实现在外资放假去啦，内资当道，所以内资法人也强补持股，而昨天收盘之后就有14档上市柜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价哦。那从产业来看，几乎都是电子股，这14档里面就占了11档哎。那又以 IC 设计、细制材还有细晶圆为大宗，再来呢就是二极体、铜箔基板还有工业电脑这种景气看俏的个股。哎，工业电脑龙哥不止在金牌比比、在财经即时通都有提过哦，你们有 follow 到吗？如果没有 follow 到的话，可以去补 follow 一下。将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，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客新闻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